OK。Aloha，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夏威夷之夜。Aloha 的意思就是 Hello， 这个时候让我们转向你身边的人说 Aloha， 欢迎你。Aloha， 欢迎你。Aloha， David， 我也学会了一个夏威夷新字哦。你知道 Ohana 是什么意思吗？当然知道啊。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观赏以下的短片 ，Ohana 的意思就在里面哦。就是一家人，没有人被忽略或遗忘。不管你第几次的到来，我们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小组，属于你我的属灵小家庭。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小学小组、中学小组、大专小组、职青小组、成人小组以及艺人小组。你不再孤单 ，CYC 永远是你的 家。弟兄姐妹们，好消息，这个礼拜天是我们小组出游日，所以我们将不会有祷告会，请小组各自安排小组的活动出游吧。8月29日星期三8点在 L5 将会有 Love Malaysia 爱就写在这爱国慈善迷你演唱会，让五音不全和其他艺人歌手嘉旺、阿飞、许思豪、志祥、达恩二六、Chloe、饶燕婷和阿 Q 为爱国和慈善唱歌给你听。票价为20令吉，受益单位有喜乐之家、道路之家、FGAK Center。您可以在聚会后到 Basement 柜台购买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您可以到 Kingdom Works 和 Fusion of Love 面子书网页查询更多详情。所谓月圆人团圆，团圆怎么少得了和你的相见呢？那就在9月28日7:30，我们约定你将会有我们的中秋欢庆晚会，让我们开始一起来邀请身边的人一同出席参加，共度一个不一样的中秋节。千万别错过，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和你的相见哦。
变身挑战营，挑战的极限，一个你不能错过的营会，赶快报名！开玩笑，不是啦，遇见神营会越来越靠近了，下星期就是第一阶段中学生的营会了，我得要锻炼好我的身体，为小组出一份力。对，时间过得真快，第一阶段的中学生遇见神挑战营也就是在下一个星期8月24日到26日，而大专职系的营会就在两个星期过后的8月31日到9月2号。好，还没有报名的赶快趁早报名，这星期已经是最后一个礼拜报名了，特别是在座的新朋友们，这必定是你不可能错过的营会哦！耶，今天的资讯就到这里。你预备好了吗？让我们继续带着期待的心，享受今天的夏威夷之夜吧！